由唱一首紫蛇歌啦，咁呢首歌叫做《非常》，就係、是自己最唔開心嘅時候寫嘅，咪都可以咁講嘅。我粉碎啦。係啦，佢都有粉碎嘅，就係、是、鼓勵自己之餘咧，就希望每一次唱嘅時候都可以鼓勵自己之餘咧，亦都鼓勵到聽嘅每一位啦。咁呢首今次係廣東話，大家聽得明嘅。我自己觉得失败，尽力竭尽也害怕，如记起那心的光环，再无力量。你都寫得唔錯啊，都有幫手嘅。我寫過幾粒音啊？係啦。